去香港购物必不可少，今天推荐你几个大家都喜欢去的大型购物点。第一，尖沙咀海港城，超过700家商店，从素食店、咖啡吧、休闲小馆到高档餐厅都应有尽有。你还可以参观5楼的观景台，这里可以俯视整个维多利亚港。第二，旺角龙口坊，全香港最长的室内手扶电梯就在这，还有许多药店、化妆品零售店，充满文艺气息的618上海街是年轻女孩子们必去的打卡的好地方，就在附近哦。第三，铜锣湾，这里是香港潮牌集中地，有10多家大大小小的商场，世贸中心、崇光百货、金百利，可以逛到你腿软，买名牌这里最合适不过了。